这个稻米的使用酸性的土壤的性质哦，来改善土壤的酸性，所以它大概一年，它就可以把那个土壤酸性的好喜欢招手解决了，上半年跟下半年跟丁当跟乙当哦，个人呢可以提上几滴的，但该关这个土壤酸化的问题，我帮跟你。有蛋糕比较好听，可以来间接的产。因为我们这边就比较特殊了哈，它不是一直都种稻米，它是跟蔬菜啊融合的，它有一个互利哈的那个共生的那个好的那个现象哈。嗯，种稻。